现在是早上几点？8:15。多冷，是有多冷啊？8:15。这是一个特色的小巷，它叫做 Candy Steps。等一下走下去就到市场嘞。逛市集，这是我们这感觉是一家小店，小店超可爱耶，一盒一盒的水果。Joe, you look great. I look hungry and starving. 你要买什么？快递的。Thanks so much. You had a great time. Thank you.我们决定要带一只 Devil 回家。
然后是 Martini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从这杯开始试喝喽。好辣，但是配牡蛎很好吃哎，就牡蛎生鲜的味道很明显，然后有那个红梅头去中和它的味道，但是 Vodka 好辣。好 ，Tipo 要来试这一杯是 Japanese， 然后它这里有 Wasabi 一条，然后中间看得到牡蛎还有姜片在最上面。然后它酒里面还有加一点味淋，所以可能会甜甜的。OK， 让它来试喝吧。悠着点，悠着点。就我上面，我上面没有掉出来。赶紧补一下。它还在细细的品尝。已经咬到牡蛎了吗？哦，我们的 Salmon 来了， Thank you。 All right， 好，现在回到河马，是好喝的吗？好喝。那他们口味牡蛎跟酒之间的那个味道是平衡，是搭配的吗？我觉得酒牡蛎跟姜片很搭，牡蛎跟姜片很搭，就跟沙片有关系吧，所以我觉得它本身是蛮搭配的，因为它可以凸显出牡蛎的鲜味。哦，那牡蛎这样吃起来有甜吗？还是还那个海腥味还在？很甜，很甜，没有腥味，把腥味去掉了。哦，可是瓦萨比的感觉就没那么重，可能因为都在热嘛。瓦萨比根本没有吃到啊，都还在杯子里。好嘞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下一杯。河马点了一道烤鲑鱼，说是塔斯的鲑鱼农场养殖出来的。那我们现在闻起来很像蒲烧鳗鱼的味道，蒲烧鲑，蒲烧鲑，来你试试看看，它的皮很脆的，很脆的硬皮，我要试试看。口水不小心流出来，流啦！如何如何？塔斯养殖鲑鱼，肉质鲜的吗？它的皮就是你说的那种酥脆，酥而不是脆。嗯。然后非常的油。哦，感觉很厉害。但是它的口味没有那么重。那有蒲烧鳗的味道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偏咸，偏甜，偏淡，偏淡，好哦。没有什么味道，所以你要吃它肉质的鲜美。对，但它的肉真的好，很新鲜。不错不错。然后配蔬菜吃嘛。清酒啊，对，然后它的基酒是那个清酒，我忘了讲。好，再来试喝，太想喝了。你这杯品尝的比较久呢，好辣，很辣，太呛了。嗯，我也知道。为什么它是最不推荐的吗？那它的橄榄呢？它的橄榄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吗？说实话，
话，橄榄对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比较不推荐这一杯是有道理的。我觉得它和谐程度并没有前面两个高。这个如果是你现在